1949年，国民党国共内战特别败迄阵吼，
台湾没有必要出兵，赶紧都要办移民，别离开台湾。所以雷根总统，我来知影这个建议，所以伊就提出对台六项保证，啊，咱来看雷根对台六项保证是咧讲什么。 小蔡，那个台生，可以噻哈。好，OK。这个，美国无意识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，这个对台军售这个台，你来想讲，这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，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。 所设立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内底咧讲的，有讲以后袂使阁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，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已经断交。但是即卖咧统治台湾的嘛是还阁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国民党这个体制。所以伊讲即卖这个叫做咧管台湾这个叫做台湾地区当局，哦，即卖这个台对台军售就是讲。 台湾治理当局，哈，毋是讲对咱台湾人的意思，哈。第二条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事基地，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自相，哦，免跟伊参详。美国人民讲，需要防卫台湾，爱用什么武器，哦，美国照伊的意思来办，免跟阿强参详，哈。第三，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。 停止对台湾的军事销售。第四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内容，哦，人台湾人咧看，哦，啊，这种保护台湾，哈，所以伊个写这条就讲未变更台湾关系法的内容，哈。再来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办恁台海两岸的蒋介石，美国未是。 压力吼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争这个谈判。第六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。啊，阿强我听讲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这个这是虚的，因为会使讲，因为阿公大清帝国。 甲台湾甲台湖永远管好，日本天皇家。等于讲，恁阿公就甲土地卖人去啊！你真正要咧讲，啊，迄块较早迄块台湾的，哦，啊，即嘛嘛还阁管的，敢是安尼讲？台湾阿强啊，迄边吼，已经抓头抓背拢无命，咱堪是牵起来，会当做厝边吼，莫堪有瓜子，个挂过了个吼。 所以，雷根这个保证，就是要安搭住伫台湾这个人的心，吼。咱拢毋捌听过有其他个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，哦，美国、英、啊英国还是法国，拢无对咱台湾有承诺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美国是台湾的军事占领者，吼，主要占领全国。 伊有占领的这个权利，伊嘛爱保护台湾的这个义务，伊嘛爱尽的吼。所以被占领，照讲，咱毋免去做兵，毋免买武器。当初你看，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，敢有叫琉球日本人做兵无？嘛无，嘛无叫琉球人爱提钱出来买武器，毋免。美国爱负责伊的国防。 袂使讲你来占领了，还佫其他国家来把这个土地佮占领去，吼。所以这个保证佮承诺，就是你是君主占领国，你也负
有诶责任。啊，即嘛，另外一个解释就讲，比如讲男女朋友已经论及婚嫁，啊，即头婆头婆一定爱甲即个女方承诺讲，哦，你若嫁我，一定要互你过幸福快乐诶日子。啊，我每一个月哦，拢5000块互你买衫裤，啊，30000块互你买化妆品，哦，一定用即个承诺，对不对？那无相当的关系，无人要甲你，无必要甲你保证，是承诺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呢，将来前途要安怎，和美国就有关系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咱看，新竹这乐山雷达基地是安怎会挂美国的旗啊？这离新竹的乐山，这个海拔2650公尺，这个悬山。这个地理位置足好诶，就是讲，伊这个宽度有够，哈、啊，啊，伊即个雷达站，吼、啊，美国军军有3座，吼、啊，那么台湾好不容易，这个上先进的咱也有1座，吼、啊，那么日本即卖嘛要起，吼、啊，那么这个是当初的预算是380亿的代表，就起会好啊。但是没想到2008年，又马英九选到流亡中华民国总统了，美国因烦恼讲有一挂机密的资料的链接，会有骇客来入侵吼，来窃取，所以伊阁要求要正百个代表来做一挂加密的设施，吼，因为你知马英九因这拢中国人，伊讲。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所以真侪台湾的高级的军官，拢有可能甲台湾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中国人。啊，这个起是拢美国人入来起的吼，内部吼。啊，即摆要操作这个雷达站的嘛是美国人，只是拢挺便宜。这个雷达站的监视的范围半径3000公里。哦，一定去下一到迄个内蒙古哈、哦，所以中国规个国境内底无人机的活动哈、哦，军事的调动，这个雷达站拢侦测会到，包括北韩的大浦洞飞弹的试射，咱拢这个雷达站拢一定确定。但是这个雷达站伊所得到的讯息，拢链接去到美国。这个太平洋总司令部哦，夏威夷啊，到伊个苏联个手里遐哦。次要较无重要个消息，才有可能分享予中华民国个军队哦。啊，因为中华民国伊个三军个司令部拢裁撤啊，已经无海军司令部无啊，无空军司令部嘛，无陆军司令部，即卖剩指挥部哦。海军就海军指挥部、空军指挥部、陆军指挥部，啥物原因？等于就是美国要直接掌控中华民国这三军，哈。啊，真奇怪，这个军事设施是安怎？咱台湾人纳的税金钱，哈，交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啊，伊啊，所以后美国来起这个雷达站，结果是美国人来操控。去挂彩美国，安尼咱台湾人，咱是变大头。但是你若徛伫美国的立场来看，美国是有着要来事先防卫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雷达站会将提早予咱，吼、哦，有6分钟的预警的，加6分钟的提早6分钟的预警时间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。空军若要起飞起来拦截，咱会当提早6分钟测到去对方有啥物动作。那么虽然看起来敢若咱冤大头，但是其实是美国等于咧收中华民国的保护费就对了。你爱开钱来设计做，啊，我来替你监视中国的一举一动。啊，但是较衰就讲咱台湾人爱把税金交去哦。中国，这个流亡政府啊，伊甲交美国，哦，
等于间接咱原来在讲间接受害者啦吼，照讲咱是毋免开这条钱，吼。啊，就是因为中国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跟美国是同盟国吼。啊，另外一个想法就讲，你若毋是许美国军事占领，美国嘛毋敢来采这个机啊。啊，无你啊，你美国你太无爱去北韩，原来设备你太单个，采美国机看北韩袂。啊！是阿强个，啊！你讲那个去，你家己开钱啊！莫讲阿强啊出钱，你家己开钱，看伊要你挂在美国去。哦，就是因为台湾是伊个占领地，伊若要做，通通可以。因为美国有最高权力，有这个高权。过来，咱来讲，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的居民咧呼吁？哦，咱差不多今年三四月啊。屏东小琉球，哦，迄、那个广大信号基准啊，准到叫菲律宾的公务船的人拍死吼，马英九就电吕方，就派基德舰出来，哇，都开始派迄个海巡署的吼，德信舰来上大只遐，结果咱台湾的老百姓比较不满意，哦，伊就遮嘛，哇，派军队出来哦，吼，结果伊这个基德舰顶管理嘛。嘛是挂美国国旗，啊，中华民国的这个车轮牌旗啊挂伫半中，啊，你上下位这什么人是头家，看会出来，吼、哦，是美国咧指挥中华民国的海军，吼、哦，挂这美国旗挂伫上顶原表示这只船是美国咧指挥的，吼、哦，所以是美国咧保护台湾，啊、哦，所以蒋介石撤退来台湾，拢讲。那无因来顾台湾，台湾许阿公来替伊，咱有够衰呢。因若歹来吼，咱就袂去卷入国共的这个泥沼内底吼。因中国人做法话乌白讲的啦，乌的嘛甲你讲到变白吼。因若歹来，那美军直接像琉球安尼入来占领，咱早咱就已经回归大日本帝国等于啦。咱的生活水准。就跟日本同款，咱的高铁伫三十年前，咱就起好啊，就毋是五年前才拄啊起好。人日本的新干线，哦，已经三四十栋啊，哦，啊，伊的新干线进前连续安尼，我三十年是零事故，是干有一届拄啊落大雪，啊，把迄个篱笆冲歹去开，啊，有一只牛走伊伫铁道顶啦。有因的新干线弄的，安尼讲号做头条新闻，哦，几啊十年唔捌发生代志，啊，伊有弄的迄只牛讲变头条新闻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人日本因咧做代志，就是脚踏实地，白头工减料，啊，咱迄个日本政府甲咱管五十栋，咱的生活水准已经跟日本白关，嘛跟当初中国上。先前的上海病馆，咱伫1940年，台湾就已经办世界博览会安尼，73年前，咱台湾就办世界博览会啊！你看咱迄阵有偌进步。中国到2010年吼，佮办一个上海世界博览会个无？你看咧差偌济，差不70年吼。所以咱是领先中国要70年。结果咱即马一直要中国军要作过啊！中华民国的三军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是伫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手里，这跟韩国类似。韩国的军队的指挥官是韩国的人，叫副指挥官，美国人。但是呐，南北韩战争的时候。是美军这个副司令起来咧领导指挥部队，啊，所以本来韩国跟美军三年前就参详好啊，讲伫2014年就是明年，要甲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献予韩国军，结果因为两年前发生天安舰，就韩国只船莫名其妙，唔知去用对一国的鱼雷拍沉。所以韩国总阁提出建议讲，把这个
战争的指挥权，变我韩国这个时间去往后延哈、哦。另外再确定事情，到底那边定哈、哦。所以你再来看，你就知影，台湾、韩国、含日本，拢是战败，因为这三个所在拢是大日本帝国哦，当作大日本帝国。因这三个所在战败，所以拢是由美国军事占领。但是日本伫1952年4月28日有《金砖和平条约》先后，迄天开始，日本恢复主权，吼、哦，啊，韩国人已经独立出来，吼、哦，因为韩国伊当初日韩合并时，干呐，迄个韩国的皇帝干呐交出韩国的管辖治理权呢，嘛无甲主权交出，所以战后和平条约了，跟韩国就独立了，吼、哦。再来，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吼。咱来看，你若当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，拢爱接受美国的核电来确认吼。这就敢若像个迄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同款，要讲和蒋介石一脉相传的这个命令同款，确认书吼，也在讲是管理台湾的一个授权书吼。咱来看2004年三月。阿扁啊，当选哦，啊那下迄阵霸占台大啊，咱迄阵敌军咧拢咧等待美国的白宫的核电迄个收容，咱应该要记住清楚。当初319枪击案，陈水扁哦，随打电话给连战甲宋楚瑜，伊迄两个合作伙就讲稳赢的。啊，发生枪击案，陈水扁打电话讲，啊，敢要搁选？因为说，妈在算了，如果特别做总统啊，当然算我稳赢的。讲无要紧，继续算。结果无想着讲，迄条枪，迄两条枪支吼，拍到李秀莲甲陈水扁，激起绿营的团结，大家拢冲出来投票，煞赢一人26,000+票，还准备除以总数，拄啊赢0.228，哦，结果砍了28，这个事件的数据搁连做伙吼。真奇怪吼、哦，但是迄人连战批评啊吼，讲、哦、啊伊个哪样就开始咧霸占凯道，连续伫总统府头前安尼乱了一礼拜，核电拢无来。那么陈水扁就完啊，甲这个 AIT 吼、哦，这个下心去甲伊讲。我想到美国核电拿袂来，啊，夏金真正就敲电话当向白宫嘛。白宫甲回答讲，只要你中华民国中选会若甲当选的这个证书打去你公告栏，半点钟内，美国白宫的核电就会送到位。哦，啊，即嘛真正，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的黄世聪啊，主任委员要起来打这个。当选证书，哪样嘛知影？就出来动，啊！日本就出来炸，吼、哦！但是伫混乱中间，玻璃啊、钱甲客气破，吼、哦，弄弄破，但是嘛已经打去，打去随后哪样拆掉？但是迄瞬间人堪咩人拆掉拆袂起不起来，把这资料送登去美国，美国核电就半点钟来就睡到，核电一个到，哪样因知影？这个确认书核电啊到。英国乱了也无效啊！美国这大头家已经承认，但水扁当选了，吼、哦，所以英的因拿过来就准溃散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里你来看讲，现在美国的核电才重要，因为美国就是头家。等于较早你把美国当作一间大公司，啊，比如讲麦当劳，麦当劳美国总公司在台湾开分公司。爱派一个总经理来管台湾，吼、哦，迄阵第一任的叫做蒋介石总经理派来伫台湾来管台湾。那么时代演变，即马会当开放，互员工选总经理，哦，所以即马速通，哦，1996年开始用民选的，哦，第一任的是李登辉，过来就陈水扁，哦，啊，即马马英九，即拢用选的。但你选到，你爱互董事会。哦，当主长，甲你签一个，哦，任聘
聘用这个证书，好，这个好点就是这个意思，好。那么，伊既然会当甲你派任，伊嘛会当甲你解任，哦，所以你若做无好，会像菲律宾马可斯总统同款做无好，贪污腐败，搁选举做票，哦，菲律宾人规个起来甲菲律宾的总统副马可南公包围起来。伊迄个局的美国看法讲，这已经无法度平息民怨，所以伊甲马克思讲，恁两个阿仔某把我看管，我甲你再来美国，吼、哦，再去效力。马克思评估情势嘛，知影讲，伊若去留大只，美国讲你若去留大只，你有好只叛军甲你打死，所以嘛看破，来对美国走，就是安尼。美国就用飞行机甲载去夏威夷，到尾啊，伫遐待十几年，到伫遐病死吼。同款，马英九即摆做甲台湾人，吼，会使讲天怒人怨，嘛有可能美国，咱来伊甲总甲包围起来，往美国来派飞行机甲载走吼。好，啊，咱再来看讲，美国伫所有个所在所起个军事基地做一个对比。菲律宾有克拉克空军的基地，到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，尤其有加多纳空军基地，佮有普天间基地，有巴马的关达纳摩湾基地，台湾有一个青山港空军基地。以上这些拢是具有美国军事将领的所在，所设立的军事基地。那唔是伊占领的所在，你要甲设基地就足困难。啊！你安尼个对比就知影，菲律宾、琉球、古巴、台湾，这拢是许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。哦，归家，咱就会当看到讲，确实台湾是要搁比占领，嘛会知讲是替日本政府正在行这个战争战的意思，被抵押在敌国美国的手中。哦，但是即马未使讲敌国，因为现在目前这日本政府美国麦克阿瑟甲改日本和平宪法了，伊等于背叛大日本天皇，伊等于脱离日本天皇，吼，伊加入联合国，联合国就是较早同盟国所集合组成的，伊即马背叛天皇去加入联合国。等于加入敌营，好，但是这嘛是会使讲，战败了你无法度吼，只好和美国安尼安排吼。啊，这啊，咱今仔日伫遮嘛是国会三种，就是等于日本依据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所以日本的首相无法度过来管台湾。好，但是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啊，这咱做伊拉克报的，吼，伊拉克你看，2003年3月19日去攻击伊拉克，两个月就把伊拉克打败，吼，进入战力的占领期了。然后国有声明讲，英美联军是会使有这个临时管辖权，吼。但是到2009年4月30日，的英国的撤军吼，降旗撤军。美国伫2012年12月15日嘛降旗撤军，干那剩200几个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，吼，因全面撤军。归家来看，英美联军开遐侪钱去甲伊拉克打败，结果差不多8年时间。到尾啊，美军嘛爱撤退，伫夏目看会到的，差不多开3000几个美军，哦，啊，美国嘛死要成千人吼、哦。但是你到尾啊，你嘛袂当讲甲伊拉克变作美国的一州，甲这个主权转移，开遐侪钱，无法度甲迄个占领地变作美国伊拉克州，吼、哦。所以有只来看，你讲台湾叫中华民国。暂时来甲咱占领，占了到近68年，无法度过户，无法
我都移转主权哈、啊。就等于讲，蒋介石只是许美国派来暂时来保台湾这栋大楼，你去做迄个警卫，你住遐过六十八栋，你无可能变出租。哦，安尼讲就应该大家清楚了哈、哦。OK， 啊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哈、哦，这样我阿拄好无电，好、哦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好，我叫 Kitty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台湾，马和要跟小和丁。